奔进机场。我的包有的，你去先放着，等下给我摄影，再把你包给我，在那边。吉林就是女友今天十元早早就来到桃园机场，然后刚刚两人在里面也有相拥嘛，那刚刚里面有没有聊什么？然后未来有没有预计要怎么庆祝？然后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好消息要跟一些球迷讲？看能。一下飞机就遇到见到他，当然是非常开心。那庆祝的话，当然是希望回家就先一起去吃个好一吃顿好的，然后对好好休息一下。对，那之后有什么消息就自然会让大家知道。好，我们下一位刚这边有请问题。啊！你们看，是他们搞的。你这边，好，想问一下，今天大概几点来？是提前来这边要等几点？对，是原本是今天大概几点起的？今天大概4点起床。对，然后因为昨天还有球赛，所以回到家其实已经很晚了，然后就有点紧张，都睡不太着，这样，然后就直接来这里了，这样。所以昨天整晚没睡，为了要来接他。算是。那今天有特别准备什么？准备我，我本人就是最大的冠军礼物吗？也没有也没有啦，就是对，就是因为很久也没见面了，对，然后就是对。你们多久没见面了？多久没见面？应该快一个月嘛？好像也没那么久，就是从奥运出发到现在。嗯，那他夺金之后，你有特别跟他先试训的时候说什么？嗯，就是对他结束之后，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打给我试训这样，然后就是跟他说恭喜，就是创造历史。很多人都在敲碗说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啊，在夺金之后。未来事情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啊。对，如果有好消息，就跟大家分享。会现在有点小期待吗？等他回来。还是会有点期待，但是就是自然发展的。就问他昨天几点来，怎么说的？就因为网络上很多人粉丝都在敲碗。嗯、我会说期待，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什么惊喜？不会，今天会有惊喜？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那会不会有心中也期待说，哎，麒麟等一下会有做一些什么浪漫的举动？不会，我希望就是这是他属于他的荣耀时刻，希望大家把焦点放在他身上，因为他们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。然后我觉得这是属于他们很光荣的时刻。嗯，那等一下有没有什么 special 的一些小小惊喜要带给你？小小惊喜，我的拥抱。那在奥运期间啊，就是王麒麟的压力特别大、啊。嗯，那你是怎么样子？有没有特别去支持支援王麒麟？就是我尽量就是让他平常心，就是很像日常生活这样子跟他相处，然后就是也不会特别就是跟他说，哎，明天就是比赛这样，对。然后就是如果他需要。支持的时候就是在给他鼓励这样。嗯，那像那个因为之后那个李昂又退休了嘛、嗯、那退休之后王麒麟的新搭档是那个邱相杰。对，那你私底下有认识他吗？因为其实就是也是他的球团的学弟嘛，对，就是也是有见过面这样。嗯，那你觉得他们之间搭档的默契怎么样？因为他们也是可能还没有开始训练，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觉得
因为他们都是很认真的选手，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请大家好好关注他们的发展这样。因为我们有看了那个你的那个短影片嘛，对，然后就是好像你也说他是又高又帅，那王麒麟自己听到的看到那个影片当下是哪里？他也跟我说他就是又高又帅。对，就是什么吃醋的反应或者是跟你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他都很爱护他的学弟这样。对，总可以说，因为很多人那时候他们颁奖的时候，李昂跟他是手牵手上去，大家都说敲完他可以有个男朋友。嗯，你会吃醋吗？不会啊。 OK， 他们小两口开心就好。那有跟他约好说这几天要做什么庆祝的？就是可能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这样，因为真的是一路走很辛苦，然后他终于可以好好吃顿饭的那种感觉的。嗯，了解。OK， 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这边不好意思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当天那个，因为金牌赛其实当晚结束当下没有发生什么动态。对。你当天是怎么看金牌赛？当天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看，就是都不敢看。然后因为我的家人在外面看电视，然后我是用手机嘛，然后他们都比我快，然后我就是有点听声音就没看画面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当下夺金那一刻，其实你没有看到。对，我当下没看到，我是完全不敢看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比数非常接近，然后我就是很紧张，很紧张，然后不敢看。对。那不然知道确定就是得金牌之后，你当下的感想是什么？我当下觉得哇，不可思议那种感觉，对，有点没办法，就是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，脑袋一片空白这样。我问你。